你说他啥时候不掉，就得有镜头的时候那个不用好奇他们这个灯按两下开始闪，我就想蹦迪因为要戴口罩，就这样有雷神家门 OK 来自 DC 阿阳文化送给所有大朋友，这非禁止画面他涂口红了吗？对，还要涂唇膏啊，涂唇膏。那我还能喝东西吗？帮我拿奶奶给我吧。每天早上一杯奶奶。干杯！你看你的比我美。又征服。对啊。是。涂口闷啊，不是吧？我们家小孩和奶奶，他现在已经不用奶瓶了，你知道吗？买了一个那个一个杯子，是这样的，这个把手就是个大拇指，点了个赞，自己选的，然后就整个人就埋进去，一直喝完。感情深，一口闷。突然开始剪头发，涨潮了吗？对，涨潮了。滚，汤水回去了。汤水呗，那就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万茜。碳水是我快乐的源泉，但咱因为穿礼服的时候就不能吃。
小宝，狂热你最爱吃是叉小宝。到了下面，就要吃当地的食物。今天早上报复性大碳水。我以前都不太吃茶叶蛋，以前品不出茶叶蛋的美味，直到吃早餐的时候吃白粥蛋真的吃哕了，然后那天突然昨天怎么会他们拿一颗茶叶蛋，我就感觉我的人生打开了新的大门，我才突然发现原来茶叶蛋这么好吃的，而且这个茶叶蛋它比普通的白煮蛋要嫩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口感。从那以后早上去餐厅我就再也不拿白煮蛋了。